这句话，我和老爸交换了身体。今年好像怎么来啊？好像在和老爸的身体记忆完成了惊险的采访。要拜神明平安。原来这些记忆一直在我身体里，只要到七分。尽管不同时代，但祈求家人平安的心却是相同的。爸妈，今晚我来。平安就是福，中原家乐福。